看到这位是总统夫人周美心，她今天上午继续抢攻绿营票仓，到这个新北市的芦洲，先参访了社福基金会的庇护工厂，也跟身障小朋友一起来做饼干，同时到这个市场去扫街拜票。您看到这个周美心，她的人气真的非常旺，有小朋友就非常热情哦，就紧紧的抱住她，还亲吻了她的脸颊。 再亲了两下，真的好舍不得。好不容易大家劝他，终于松手了。这个时候，周美青摸摸她的脸颊，扣扣嗓一脚就到了新北市芦洲的社福庇护工厂，和身心障碍朋友们一起做饼干。你会帮我举报？你一定会帮我。紧接着，下楼还一路握手，握到了旁边的市场里，大家排队排好长，摊贩一样热情，有人送凤梨，有人送蒜。周美青忍着腰痛，对每位支持者都是90度弯腰，鞠躬握手。选前最后时刻，周美青深入绿营票仓，要把支持者对她的热情转换成一张张选票。记者彭佳慧、江竹祥台报道。